好，来看这题哦，麻烦你把这些算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来，第一个哦，你喜欢拍吗？所以说习惯性哦，老师建议大家先改成度，好不好？来，考定义几度？来改一下，180.4，45度，乘上11，45乘上11是几？495度，加上平均一样，180.4，45度，45乘45，你去乘乘看哈、哦，乘起来是2025度，加上180.3，60，14乘上60，840度，加上180.3，60，180.6，30。30乘上-29，负的870度。写到这边之后，拜托你，麻烦你把这些哈、哦、一个一个算出来，一个一个算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行啊，把这四个一个一个算出来，好不好？再把这家合并起来。好，老师先把 pose 摆好来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、哦。来，我们开始来第一个 cottage 495度。老师这边直接画锐角，好不好？495怎么算？角度太大太小？太大，太大还扣几度？360，扣掉360度之后剩下几度？135度，再把画锐角，180.45度。那回答我第二象限 cotangent 什么号？负号，对吧？哈，所以 cotangent 45度是几？负一，这第一个，好吧？所以说算出来是几？负一。再算第二个 tangent 2025度。来告诉我2025度怎么算？一圈角度太大太小？太大。一圈360，2圈780，3圈1080，4圈1440，5圈1800，6圈2160。所以2025度有没有到六圈？没有，就到几圈？5圈。所以扣掉1800度，对吧？哈，扣掉1800度之后，回答我，所以剩下几度？225度。225度画内角，180+45度，一样。第一象限，来台词，别写错了哦。来告诉我，225度啊，画内角，180+几度？45度。所以说剩下几度？45度。回答我，第一象限，第三象限 tangent 什么号？正号。所以算出来是几？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再看一下 cosine 840度，一样。太大太小？太大。太大扣下1360，2720，扣掉720度，剩下口塞几度？120度。再把它画锐角，120，180减60。第二象限口塞什么号？负号。口塞60度，算出来是几？1/2。所以说这边是负的1/2是出来了。最后一个塞几度？负的870度。来。角度太大是扣下，太小怎么办？加回去，把它加成正的，行不行？一圈几度？360，不够看。2圈720，不够看。要加几圈？3圈1080度，它才变正的。加上3圈之后变晒几度？210度。210度怎么改？180+30。第三象限晒什么号？负号，行不行？晒一二正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三象限负的，所以晒30度负的1/2，所以带进来。带进来之后，你看一下，负一加一消掉了，负1/2减1/2，算出来答案是几？负一。OK。